到香港，砰一响一声，哎，啊就是讲，我出来看到，落一空啊一台车，破裂啊。目前我们研判哦，就是说我们的污水下水道管线有，应该是有破损的情形哦。那我们也紧急做了一个交通的维设，还有铁板的铺设。那我们后续会针对这个破孔来做一个修补。那同时我们也会确认这个管线破损的位置来做进一步的处理。大概差不多在中岛吼，安尼接近十一点五在时阵吼，民众就反映吼，啊，就是伫建平七街。哦啊，这个756号这边附近一带了哦，啊就造成哦这个路面的破损哦坑洞啊，我那有造成几架哦行经的车辆，白色的修理车，头塔白色修理车哦，造成他哦当下就是听驾驶说到哦，就是我那用哪的，爱的赶紧加速冲轨，啊造成一头前的慢吧，我那有脱落在现场，啊前轮哦也都有破裂啦。哎啊，造成那一个受损，啊，现场哦，这个看当下的那个坑洞哦，也不小，啊，深度哦，温啊有淡薄啊有宽度吼、哦。前阵子吼、哦，温啊离阮迄个滚冰路遐嘛有出现一个破坑吼、哦，啊，这阮温啊希望吼、哦，咱的政府相关的水利局啊、公务局哦，应该要做好吼、哦、这地下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体检呐、啊，哦，这健检我第一回温啊有要求，啊，像这现场看哦，温啊。那个坑洞底下都比较有土壤流失哦啊掏空的一个现象啊，所以有可能吼，有哪时安尼最近的一个大雨吼，有哪造成地下的一挂土沙的一挂变化吼，啊，迄承受力吼无甲遮尔那用吼，啊，这是不是这相关的原因吼？啊，我有哪有甲水利局甲关心了解，因讲有哪会做个开挖，啊，确定这个明确原因吼，有哪会去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说明啊。